朋友们，同志们，你看看这可惜不可惜？他这个主场呢，已经发生了这个七天至十天左右的疫情，死亡率非常高，而且他们用的治疗方案都是用的西药。我们看你想要的药物根本控制不了，而且呢，大多数都是用的原粉退热针，越打退热死亡率越高，越打退热死亡率越高。最后出现的有的是再打体温就下降了，用药；有的是再用药，再用抗生素药物和这个西药呢，打完以后呢，它就是越打越高，这都把它整个机体免疫功能给它破坏。在破坏的同时，而且呢，还出现了有这个混合感染以后呢，这个用的不用中药调整，就是导致的有药物中毒，药物中毒还有这个病变呢，这个继发症，有湿热可以继发这个血肿，中风细胞体、皱纹、微光纤、好，这也由于这个过敏程度啊，咱个哪个地点咱不说了。好，你来对着我录一下。咋选啊，王老师？好，你都是随便说几下就行了。按正当中是吧？